道成肉体，站起在咱中间，有稳定甲真理满满。不愿甲看见伊的阳光，亲像佛师囝对父所定的阳光。即条咱要来念圣诗47首。圣诗第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你也话要永远存亡。主耶和华至圣之所，未当一路混归。请来去。所在，都是你的荣光，你的荣耀。
三月天，万军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祈祷。最晚顶牌的上帝啊，你把你着看。你的电影多一日较好一千日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头，是顶牌。你别把头吃好米。万军的耶和华。
将你诚实心来到你分店做事。首先，恳求主怜悯赦免，愿大罪本性，也洁净阮每一人心灵的污秽甲不义，盼望阮用纯洁的心灵来敬拜施主。伫主救赎恩典的内面，拢是显出上帝的真理。伫真理的内面有过外唔难，若是天父上帝，你有差你独生子来降世，自愿承受十字架顶的艰苦，牺牲流出的主耶稣宝血来洗净我的罪，阮就好无法度，搁好甲上帝进上帝国度。感谢上帝的听，因为是主你亲自找出阮失迷的灵魂，互阮来归向上帝你的百姓。若无，阮就永远无机会来得救。阮也为着心灵艰苦、身体病痛的兄弟来安尼祈祷，求主怜悯，予因有主来的医治，医治因的心灵，医治因身躯。通过医护人员第二治疗，予因的肉体早一日恢复健康，生命也要得到更新。来有阮伫主的阮，予因有生活稳定，有阮伫时间的安排较会使。愿同心为了主来以因来献上我的感谢。这点，我们要来欢迎啊，洗礼到圣灵殿。有八位兄弟要接受洗礼，甲一位小女洗礼。恳求圣灵、圣神甲因同在，也感谢主的保守因的心怀意念，予因一生永远会站起立主的归来，赢过所有的试炼甲苦痛，用所得到的恩赐来回应主你的听，用生命来见证分享耶稣基督的话名。伫主的恩典，予阮来一份你的圣餐，就是你用心灵的美酒来邀请阮。对圣餐，予阮加做圣宴中的一体，加做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中的一个。嘛，然后愿阮能当加做主你的器皿。愿一切的阳光拢会当归伫你的圣名，愿主你接纳这时阮所有的敬拜祈祷，感谢主，阿门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，阿门。